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。 啊，下一把组他上来，只是等一下。Nice 大哥。我是秘法的主宰。 看看什么东西毁了你们这些古老的符石，给了我难以想象的力量。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。法术还没准备好，我还不能释放这个法术。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。 换一下，不行没有换到啊，过来，因为我是朝回来啊，刚好朝回来，时间够啊，放啊，不要点多层，干卡，这样低级啊，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，我还不能释放这个法术，法术还没准备好，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，感谢大哥，远离我的视线。 是秘法的主宰。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。法术还没传回去了。拉起来吧，阿龙可以拉吗？来 buff 补一下 ，buff 补一下。 什么叫传回去啊？哎，有15层哎，我换了，知道吗？5000 G 我就告诉你。 看好了，我的帝国挖掘出的古老魔法，护卫，到我身边来。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，唤醒石头。我还不能释放这个法术。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。解一下哦，那个魔法记得要解哦，一出来马上就要解掉。 啊，等一下，滴滴看一下那个大家血量的状况 ，OK 了，再把怪给杀掉。能量反应，很快就要释放了。 释放这个法术，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。我没小蝶罩子下了，A掉，待在罩子里面哦。好，散开，回到月亮。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。
现在是八成喽，注意自己的，注意自己那个的层数。买下转火。来，看看你们错在哪里。潮啊！我潮了，我潮了，我潮了。先打奶昔蛋，没关系，管先打奶昔蛋去。我是秘法的主宰。我还不能释放这个。你们点燃我的怒火了。是啊，瓦拉出来一点点，奶大哥先打。先打奶大哥，跟着往过去。我是秘法的主宰。解扫的赶快拉起，因为那个东西要过来。干你啊你！什么东西啊？踩陷阱 ，buff 加加这些。刚才看小蝶身上的九层。读一下，嘲笑王。逃亡啊！我是秘法的主宰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。我还不能释放这个法术。法术还没准备。我的力量无止无尽。这个法术还在冷却中。我还不能释放这个法术。买西大哥先打掉。哦，只打红色的，只打红色的哦。啊，先打那个哥利安劫夺者。所有人，哥利安劫夺者。小爱的血，小心。小怪不要打死哦！好，打红色的，都不要碰那个小的奶昔大哥哦。红色小怪打死，就中间集合。好，近战先离开，近战中间集合，开减伤。好，杀掉。等血，等血稳，等血稳。好。好了。先散开，先散开，免得踩到陷阱。只要卡身上那个区域下。自己回血了。有糖吃糖。有糖吃糖。啊，等一下，要记得要 A。奶昔大哥，被嘲笑王，我干你啊 ！CD， 你刚来不行，哦，操，好，没关系。奶昔大哥先打，三、二、一，躲球，零，躲球，躲球。跟别人不要跟别人在一起哦，稍微小散开。小怪杀一下，小怪杀一下，一起 A， 一起 A， 大力 A。
众凝视的就离开人群，众凝视就离开人群。对 ，good 啊 ，nice 大哥，还是一样要打啊、哦，一样要打。饼干难过啊！他要跳起来了，补个 buff 给他，补个 buff 给他。怎么办？我死了耶！觉得会过，死两次啊！躲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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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躲好。把断斩写不起来。你们点燃我的怒火了。A 掉 ，A 掉。三层的哦，四层哦，注意一下。6%、5%，五层，五层，打完，奶大哥不打，大招全开，300多万。饼干自己开个嗜血给自己加速。看看你们错在哪里。有什么招都开了吧。没有。我是秘法的。干，要过了。小心！躲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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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躲好，躲好就会过，球躲好就会过。啊，哥，支持明哥到，要过表示，耶！耶！